然后都比跟赫白在一起，各种人马都有了，配上我的心电图，只能是米米啦。还有可能是一逼有没有？然后没隔几秒刀了，然后过去解，然后跟维尼看到，那确实没事。毕竟我也不是全程看的，除非哈记跟巴巴或都比跟克白双狼，但克白那时候跟都比不在那，只有哈记跟那个巴巴是双狼的可能性啊。那刀这么久，不确定呢。维尼，哎，哈记倒了，在上面。维尼可以帮我。哈记倒了，在这附近，在这附近，或者在右边有可能。哈记，哈记在哪里？电灯，会不会在里面？没有，哈记。阿吉，你在哪里？不可能在右边吧？因为，哎，找到了，哦，一个盲拍。我一个盲拍拍到哈吉，我想先问位置哦。我最后有看到白鹰，而且这个场上应该还有两鬼。我在氧气室，我和谁在这边？对，杜比吗？对，杜比。对的。啊、爸爸在哪里？电器室的门口，我有看到维尼准备进去了。他倒了，维尼倒了。深色。维尼倒了，那是谁？我先说一下，刚刚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紧急任务完之后，我去心电图，然后那时候看到维尼，然后心电图我们看的时候，刚好哈记就倒下，所以我跟维尼就出来去找哈记的鸡腿，然后因为我有跟哈记经过，所以我知道他是在上面的部分，然后那时候就被关灯了，所以我一直在忙着去找哈记的位置，因为我觉得他跑不远，然后因为关灯，所以维尼是去开灯，然后最后的时候我看到白鹰的 ID， 应该是白鹰 ID 经过我，因为关灯看的没有很清楚。对，然后因为这两刀其实是时间还蛮近的，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刀两次，所以场上一定有两个内鬼还在。那就是白鹰跟芭芭拉，我是通灵师，他通灵师啊。那我会反而觉得克白跟都比比较可以。我觉得都比很可以耶。我没有，所以我们可以跳职业。他自己觉得谁？你在哪里？对，克白觉得谁？跳吧。都比什么？我这一回合我一直都跟，你是这一回合我蛮常跟都比一起走的耶。我觉得都比应该不是，我是好人啦。还是哈记看错是爸爸，因为维尼就在你门口啊，为什么你没有看到？维尼，你在电器室，我不管，我票爸爸一个，他也是神社。那个灯呢？场上还有两内鬼啊！如果你们两个都是杜比啦，都是正确职业的话，那就是爸爸跟克白啊。你们当然也可以盘我是浅色的，或者是杜比是假跳。通灵还在对不对？哇，都比这个哇很难呢。但游戏还继续，等一下游戏还继续，五个人票了一个，剩四个人，游戏还继续，代表我们票对。巴巴都很想咬都比，那就是克白啦，那只能是克白了。都比的职业是对的。我们好像还有一次拍，杜比，杜比，他在，跟我走，杜比，跟我走，杜比，跟我走，是他，没关系，我赶快过去拍，我们这个还没用过。名侦探，我想到了，对，这个人数，我想到了，所以我直接拍。我们剩四个人，如果还有两狼的话，代表一定。如果我们票错，应该就结束，所以代表我们刚刚票八是票对的，就看你们两，所以我是会认定你们两个直接就是真的。然后像爸爸刚也都想要咬都比，他就想要票都比，但是爸爸这样出去代表他是狼没错，所以都比的职业也就是被认证，所以那最后就剩克白。克白，我相信克白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克白。
你还可以盘，就是毕竟我的情报是只有我跟维尼才知道的。我很怕你们，我很怕你抓这一天打，但你刚刚这样讲就算是至少了，对不对，克马汉？好的呀，好难。没有啊，你们刚你们刚大优哎，因为我们应该要进小猪比的，讨厌，因为哈基完全保你啊，那我就觉得对啊，那就是米米啊。米米好难过。可是因为哈基跟那个刚好我们看到哈基跟维尼倒的那个时间点，所以就知道一定还有两狼在场上了。太神啦！得得得得。想到我在右下角跟巴巴好久，我都没死啊。巴巴应该好人，后来想到不对，我是迷你，他应该很想杀我。没有没有，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要死。所以那一个刀是谁刀的、啊？那时候是忘了是谁刀。哈基吗？右边不是右边的米米看到的时候，泥皮是不是？泥皮是谁刀的、啊？泥皮是克白白，克白刀的。那杜比你还保克白？我盘到哎、欸，杜比那个刀超怪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理解完之后，克白才来的。杜比，所以你保他超怪的。难怪我想说我看他，他应该是对的吧，就是路比没选做的好，场上超混乱，结果没有，又换我了。我们想说那就只能是米米啊，怎么听都是米米，米米的怪怪的。米米觉得没有，很好，米米很棒，米米。哦，结果好准的啦。只能说刚好那个心电图看到他自己倒下的一瞬间，翻盘一点点，紧张紧张。那我们接下来换一些职业哦。好，好，让我们的鬼变强一点啊。怕怕。我们的鬼是忍者。忍者的话呢，他很厉害，他可以先经过对方标记他，那你再次使用你的技能呢，就直接顺到他旁边把他刀了，而且你会隐形个三秒可以离开。阿卡丽哦，对，所以你不要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个人怎么刚刚在旁边忽然间倒了、啊，或是干嘛？是旁边的可疑？没有，有可能是忍者有没有瞬间过去把他刀了？嗯，哦、那另一个呢是抹除者。抹除者呢就是擦布，他可以把对方的职业给擦掉，擦掉后他就是一般的人。比方说他也可以把小丑擦掉，小丑就会变成船员。哦，对，所以有一些职业会需要离很近吗？要离很近，但他就好像是一擦就走了，不用待一下，就是经过就可以擦。OK。然后他的擦应该是会越擦越久。全下是抹除者吧？啊，清道夫是清，对，抹除者橡皮擦，没错，小心哦，职业被他擦掉哦。哎，那我们职业就是通灵工程跟一个传送师，传送师就是可以放传送门，那他只要放好两个传送门，拍桌之后，那传送门就会启用，就是大家都可以经过那传送门，就是从 A 点传到 B 点 ，B 点传到 A 点这样子。对，那传送师也会看到，哎、欸，有谁传送过，他是可以会有记录可以看到的颜色啊。对，然后说哦，红、深色传过，深色传过，浅色传过这样子。哦，大概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来挑战看看哦。好。换不同的地图， okay, 水下地图记得要拿氧气罩，好不好？打开拿出来，声音会变得很小声，才确代表有拿哦。好，OK， 走起。OK， 来了，刺激的水下地图，噔噔噔。我还是薯条船员，上层薯条船员，上层薯条船员准备好了，上层薯条船员想要来看看谁在上谁在下，米米克白维尼 ，OK， 孟娜待很久哦。
偷看一下。怎么还在待？我没想说，怕他被刀多看几下，结果他的走位很神秘。哦，他自己爸爸上来了。我稍微去解一下任务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去看一下状况。啊，这任务要久一点。他自己从下面上来，我点太多了，我心跳太哇。是不是不会拿、啊？你在哪看到？我在下层。啊，你在下层？在哪里？然后那个紧急任务弄完之后，那个阿雅往右边要往电气室的那条走道走，然后他就突然爆头死掉了。然后他应该不是被氧气的那个用死的，因为氧气那个我是工程师，我按一下他就修好了。哦，那爸爸看到什么？对。他应该是被忍者杀掉。你刚刚有反应呢、啊？感觉想要看到什么？爸爸？我不知道，我在怀疑他是不是氧气暴毙而已。哦，如果是忍者的话，他脚下好像会有那个一个叶子，我不确定他是他离开会有啦，脚下会有，他过去不知道会不会有。工程师可以修氧气吗？让大家都直接那个。紧急任务好像可以。他修完这样，我们没有拿到也没事嘛。对。哦哦，可以。因为我是有拿到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拿到，所以我想说很棒。哦，好，那确实认证。认证了，认证了，那就是什么东西来着？泥皮是工程师。忍者，对，忍者 ，OK。工程师，ninja。他讲的确是因为我在医务室看到阿乔旁边在弄东西嘛，我旁边看那个心电图，我前两秒的时候。他还活着，然后我回来看，走过去才两秒时间就拍桌了，所以那个的确是刚爆，马上拍桌的，没错。嗯嗯嗯，然后一开始楼下有很多人，然后但是好像有人搭电梯上去，但我不确定是谁。他自己跟爸爸好像搭上来，对我们两个搭上来的。嗯、然后阿雅一开始就在楼下，所以可能一开始就摸他了吗？不确定。楼下的一开始摸他，最后的刀。那爸爸最后在哪里？嗯。我在氧气旁边呢、啊，那我在哪？上还是下？上还是下？上吧，应该是。嗯，下只有我跟阿雅。OK。嗯，好像蛮难盘的，至少他自己是好，他自己不会是这个忍者，因为他最后在我旁边，听起来确实就是忍者刀了。然后有可能是一开始下面的。孟娜有可能也不是这个刀，因为他一开始没有动嘛，有可能去厕所回来才动。真难，真难，情报不多，还以为他是没拿氧气罩。上层的时候有刻白，好像咪咪也是，是不是？这样杜比还蛮可以的、啊。为什么不拿氧气罩、啊？为什么那么久不拿氧气罩、啊？是不是在想要刀人？哎呦，哎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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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小怀疑一下，杜比，就在这里，哦，是贴。是怀疑他，但是我想说，看他在解锁任务。四转，又倒了。哦，怎么了，邱海海？我想说，比比利整个跑过去那个鸡腿，但是他没有举报，我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在哪里？下层的，对对对，我在那个，我刚刚在那边粘胶带，然后粘一粘之后，哎，等一下，各位先听我说，我通灵师，我先讲完我的遗言，好不好？我通灵师，阿雅说，我数的正确，我是在会议开始3秒前死的啊，所以他就是刚打就马上拍啦、啊，
对，就跟刚刚我们我在那个下城中心有看到刻白。嗯，我是也是蛮近的。我是最后下来的，因为我想要把上层和下层放。哦，我是那个传送大师，我是传送师。我在上层和下层的那个氧气罩都放一个传送点，我想要传看，这样以后比较方便。我最后位置跟那个都比是在研究室，在上层，所以跟这也无关。那哈纪维尼跟孟娜呢？